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91面，第一行，十乘之理观，能发究竟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坚固。天台的十乘观法，我们学到第三。第三是善巧安心，善巧安心者，善意发心，自安其心也。以发心为所安，以吉兆为能安。吉即是止，观而照即是观。若信此心，但是发心，则起是发心起，灭是发心灭，了其实不起灭，妄为起灭。如实提达成功，法界俱寂，是明智。若观察此心，提示无明，无明痴惑即是发心。无明发心，本来皆空，空也不可得。发心动了，明知为观，若离法性，无安心处；若离直观，无安心法。由上，上是前面所讲的发真正菩提心。虽然是讲了、听了，没开悟，故用此方便善巧，令得心安。我们把这段的文念过去了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如果我们在前面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就像前段末后总结的发慈誓愿是四弘誓愿啊，所以在观不思议境不能开悟啊，那是上上个人能够依照前面所说的原始中道妙境啊，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也就是妄境还原观前面讲的三条啊，依这个发菩提心，发四弘誓愿
就能开悟。啊，是如理思维，豁然开悟啊！啊，入凡圣位，这是个人根性不同。根性高的入圣位，浅一点入凡位。啊，凡圣怎么说呢？都出六道轮回了。四圣法界，大乘教称为外凡，就是你证得了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，这是凡位，外凡。如果你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你入圣位，超越十法界。你生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这是神啊！这凡圣位是这么说的，这真发菩提心啊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四弘誓愿。天天在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度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真有这个誓愿吗？这个众生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你能不能度他？不能度他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情执在人，你爱他，你怎么能度他？高六道轮回啊，那个众生我讨厌他，我恨他，你能度他吗？你也不能度他。那不爱不恨的，你更不能度他。所以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，那是诸佛化身菩萨的境界。人家却是念念不舍众生。看到众生在受苦，引发自信里面的慈悲心呐，大悲心呐，怜悯一切众生。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你是不是天天都是这个念头的？啊，天天还想着自己名闻利养。啊，都想着损人利己，这叫什么菩提心？菩提心哪有损人利己的？啊，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如果真的发菩提心呢，后面三条决定落实了。为什么？断烦恼。烦恼不断，自己没有成就，拿什么来度众生？度众生要德行，德行是断烦恼。度众生要智慧，要方法，那就得学法门。啊，要度尽一切众生，包括三贤十地，那你一定得成佛，你不成佛，你度不了他们。啊，你的德行智慧比不上人家，你怎么度人？所以
为什么菩萨那样的精进不懈，自行化他，全是第一条的能量啊，我们讲动力，什么力量在推动他，他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认真努力去干，就是那个大愿啊。我早一天成就，我早一天能帮助众生，我晚一天成就，众生就要多受一天苦，这是大慈悲心啊，这个心在推动啊，啊，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啊，有一点私心，菩提心就不见了。啊，纵然发，发出来就消灭了。这是我说我们发心不能够豁然误入，道理在此地，我们不是搞真的，是搞假的啊！为什么我们搞假的？因为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，啊，就是对第一条所说的，诸佛菩萨所如的境界，完全不知道啊！诸佛菩萨的境界，在这个十观十门观法里头，不思议境界，就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。啊，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的发现了，啊，这里头重要的几句话：色从心造，全体是心。大乘教讲万法唯心，法相中说的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是不思议境界啊！像经上所讲，三界无别法了，唯是一心造啊！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哪来的？心现、心生、识变，六个字就讲完了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心现，真心现。真心生的，妄心变的，所以那个心里头有真有妄，妄是阿赖耶啊。简单的讲，心心识变啊，或者讲心生识变都可以，一个意思。你要真听懂啊，真听懂了，他就开悟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清净心
就变清净境界净土，染污的心就变秽土，善心就变善土，不善的心就变恶土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全明白了啊，那他就知道了，把所有一切染污不善放下。为什么？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啊，真的东西是善的。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，佛法没到中国他们都晓得啊，所以老祖宗说，人心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本善是真的，是自己本有的啊。本善是什么？本善就是佛菩萨。啊，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灵媒很多，中国外国，我们常常遇到，附体很多，啊，附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但是这些灵媒附体传达的信息，你一定要了解，千万不要误会，误会你就上当了。你用智慧善体会他的意思，他们是佛菩萨，不善体会他们都是魔王外道啊，外面境界。记住佛说的，无佛亦无魔。佛跟魔从哪呢？从你心里面生的。你心是智慧，全是佛。你心里面是烦恼，全是魔。由此可知，外头境界不是佛，也不是魔。啊，传来信息，哎，说你是菩萨才来，你是真的菩萨，假菩萨了。别说菩萨了，菩萨身边的人，你想想，他有没有六通？菩萨身边的人啊，六通是什么境界呢？小乘阿罗汉的境界啊！啊，大乘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七性为菩萨的境界。你看，十性，他才到第七性，六种神通具足。那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六种神通？没有，你是凡夫啊！你是佛，迷惑颠倒的佛；你是菩萨，迷惑颠倒的菩萨。那大家都是啊！那《华严经》上佛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哪个不是佛？个个都是佛。啊，你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啊？是啊。释迦牟尼代表什么意思？能忍寂寞。你对人一片慈悲，对自己清净平等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。你跟他一样。啊，你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
无量慈悲，无量方便，样样都无量啊，无量光，无量寿。你是的，你自信本来就是无量光寿啊。啊，那么你今天因为你迷了自信，你迷失了无量光寿啊，那就不叫不称你做阿弥陀佛，你本来是阿弥陀佛，现在不叫你做阿弥陀佛，叫你做凡夫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只要现的是相，无论是什么样相的相，啊，看得见的是相，听得见的是相，音声的相，啊，鼻闻得到的也是相，气味的相，啊，谁也能够尝得出的酸甜苦辣咸的相。都叫相，没有一样不是虚妄的。六根是虚妄的，六尘是虚妄的，六识也是虚妄的。啊，这虚妄东西从哪来的？是自信生的，是自信现的，就是心现的，真心里头。慧能大师说得好。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自信里头样样不缺，但是样样都没有啊，样样不缺。欲云能生万法啊，没有云的时候清净寂灭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遇到缘的时候，能生万法，能生是真的，就是自信的。清净寂灭是真的，现象是幻象，是假的。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一样，屏幕是真的。为什么？永恒不变，里面所现的影像是假的啊！这个大家知道，它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真不爱假，不妨碍假，假也不妨碍真啊！再仔细看呢，真跟假是一不是二，这就叫中道，叫中观啊，我们只看屏幕是看空，空观；只看里面的影像呢，那是假观。知道真就是假，假就是真，真不离假，假不离真，真假是一不是二，这叫中观。啊，诸位，细细去体会。电视屏幕所演出的这些节目，你能成无上道啊？你把这个看清楚了，看懂得了啊，现前我们的世界跟这个一样，完全相同。那我们能接触外面境界的，这叫正报里头的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啊，六尘是外境啊，六根六识假的，外面六尘也是假的啊，是屏幕上现的这些相。只要你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你就是佛。只要你不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
你要不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，你就得其正受。受是享受，正是正常，你得到他正常的享受。正常的享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的享受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在这个现象里头生起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是不正常的享受啊，七情，喜怒哀乐爱恶欲啊，这种享受是不正常的。为什么？自信都没有，完全与烦恼相应啊，无欲财色名食睡，坏就坏在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知道。你要是真正稍有体会，你对佛菩萨就不能不感恩。为什么？不是佛菩萨示现教诲我们，怎么会知道这事实真相？这个事实真相就在我们面前，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，我们就是迷惑颠倒啊，起心动念想错了，言语说错了啊，身体动作做错了，变成一生的病态啊，病态不说了，还搞了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自己造的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。啊，心是轮回心，起心动念不就叫轮回业吗？啊，自作自受啊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上根人听了这些话，真开悟了。真放下了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再也不起心动念了。这人成佛了，上上根人。所以，观不思议境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，六祖慧能大师。24岁，在五祖方丈时就入这个境界了，一听就明白了嘛。一明白，马上就放下。放下之后，再不迷惑了。这是真的佛菩萨啊！放下之后马上迷了，又迷了，凡夫赞叹你的话，你是种下根性，就是赞叹。那不是赞叹，说老实话，说老实话，你是一禅体，一禅体是印度话梵语，意思
意思没有善根。啊，纵然有善根，非常非常薄弱，它不起作用。这些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懂了之后，信德现前。啊，信德里头，处事待人接物的信德，是谦虚。你看世间圣人，孔老夫子、孟夫子多谦虚。你看看佛菩萨多谦虚。啊，普贤菩萨礼敬诸佛，谁是诸佛？一切众生是诸佛。啊，你跟普贤菩萨见面，普贤菩萨先给你行礼啊。他知道你本来是佛，所以先给你敬礼。普贤菩萨看到花草树木，他也先敬礼；见到山河大地，他也敬礼。为什么？花草树木的本性是佛性，山河大地的本性也是佛性。啊，经典上称他们做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。所以一切恭敬。啊，我们读了华严经，读了华严观，了解了。不但是啊，前面所说的全是祝福，乃至我们经典前面读到一毛一尘，一毛一尘很大了，我们身上一根汗毛，汗毛的尖端一粒微尘，啊，微尘里面的一点，啊，这个经上前面我们读过。296名第三行，一毛一尘之微点，都是诸佛了。啊，这一毛一尘的微点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所产生的现象。啊，弥勒菩萨不说吗？一念不绝，就产生了精神现象，我们讲珍宝。正报才有依报立刻现前，依报是物质现象，正报是精神现象。现在科学家知道，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现的，所以他说物质是假的。啊，佛法说，精神现象也是假的。也不是真的，
精神现象是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的。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，转向是精神现象，物质是境界相，都不是真的。所以跟你说万法皆空啊，没有一样是实在的。那个空不是没有，它能现万法。就像我们电视屏幕空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它能现，能现现象，能现万法。没有缘的时候不现，有缘的时候它就现。缘从哪的？缘也不是真的，这不可思议。这不可思议四个字太妙了。你不能思，不能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思意都动心，都起心动念。那不起心不动念，完全了解。你就见到事实真相。起心动念，你见到事实的幻象。你没有见到真相。诸佛如来，化身菩萨，厉害呀！他在这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真相大白所以叫成佛。我们总得问问：这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通通具足。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，跟大乘经教讲的个个不相入这是我们学大乘的难处，难在此地，难不在外面，是在自己的用心，全用轮回心想理解大乘法。这办不到的理解你所理解的大乘的皮毛大乘的粗浅常识，大乘的精髓，你边都沾不到不执着了，才沾到一点边缘。那是什么人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好像进大门了。大门里头还有二门。二门里面才有大堂才有宫殿阿罗汉是进大门，没进二门。菩萨进了二门，没有登堂入室什么人登堂入室呢？证得诸法实相，化身菩萨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初住，入初住位，这是圆教初住法华是圆教别教的初地。圆教的初住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前面所说的如理思维，豁然悟理这登堂入室了入室等就菩萨41位化身大士
增大。啊，我用这个比喻，诸位能了解。啊，这修行次第，我们今天说老实话，连虚脱还都做不到。啊，人家称你是佛，什么佛再来，菩萨再来，恭维你的，鼓励你的，你不是真的。你要是无知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什么菩萨再来，完了。肯定堕地狱，为什么呢？大妄语，你没有证得，你以为证得啊？纵然你不是有心骗人的时候，那叫什么呢？佛家一个名叫正上慢，那傲慢心升起来了啊，自以为是了。啊，傲慢现前，烦恼起现行了。你不是智慧现行，你是烦恼现行。所以，你走的不是佛道，是魔道。啊，佛道是空家中。你都着想。你都起烦恼了，啊，这还得了？这还不如不学，啊，不如乡下老太婆、老阿公，一生老实念佛，他这有成就。啊，所以严宗学教，用心不善。全都走上岔路上去了，还不是弯路，弯路还可以走回头，走到岔路去，永远不知道回头。啊，菩提心发了，不开悟，本来菩提心一发就是处处菩萨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阿罗汉没发菩提心，辟支佛也没发菩提心。啊，全教菩萨也没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只要一发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。啊，为什么他用真心呢？他不用妄心了，用真心叫法身大士，超越设法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人全用的是阿赖耶，把阿赖耶当作真心。啊，什么叫真心？他不知道。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这就知道根性又差一等的人了。啊，要善巧安心，善巧是方便法。善以法性自安其心，也很了不起啊。他用什么安心？他用法性。大乘道里面，他是第三等人啊。在我们凡夫里面说，哎呦，他第一等人，顶尖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以法性自安其心，这还得了？啊，法性是真心。以法性为所安，
怎么个说法？撇开佛法不谈，我们谈中国老祖宗的教诲，也有这个味道。啊，《三字经》里面头一句话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那个性本善是不是发心？是啊，一点都不错啊！我知道我性本善，我念念回归到本善，哎，心不就安了吗？我不能走悟，为什么不能走悟？我不是我的本性，我本性是善。那有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，错了。啊，他能够归到本善。啊，以本善为所安呐、啊，以吉兆为能安。吉兆是方法，吉是清净心，兆是智慧，清净心能生智慧。啊，所以吉就是智，兆就是观。啊，即是说心不向外头远。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是六根，这是知。净念相即，那是观。知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啊，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我，我那时候刚刚进门啊，正式接受佛教人第一堂上课啊，他要跟我讲止观，会把我讲糊涂啊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他变一个方法，说看破，说放下啊，虽然不明他的奥义，但是好像能懂的。啊，我还问他老人家，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啊？啊，他告诉我，从布施。啊，跟我讲，财施得财富，法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施得健康长寿。这曹仁就教给我的啊，教我改造命运啊，我一教奉行呢，学了就真干了啊，先学放下，然后再学看。啊，放下什么呢？心真清净。啊，贪嗔痴慢的心就渐渐缩小了，它不是扩大，缩小了。啊，放下吧，这就缩小了。啊，有界限，有范围。啊，可是他果报真显现，才不是越施越多啊，老师教的是越多越施，绝对不要留
流就错了。流怎么样呢？你贪心起来了，你烦恼起来了。啊，有多少失多少。啊，失完之后又来了，又来比前面又多。啊，不管多多少都要完全失掉。别留。啊，你不要怕，我统统舍了之后明天没有了。那是你的妄想。你的错误观念。啊，你不必去想明天，明天还没到。啊，你今天舍掉，明天会得到更多。啊，老师教给我，我已经做了60年了。我给大家做证明啊，确实越失越多啊。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60年来一天也没有饿着。一天也没动住。啊，虽然没有道场。啊，没有一个家，没有个住处。啊，我也没有一天在外面过夜。啊，完，老师的话完全证实了，而老师的话是出在佛经上，佛说的。啊，为什么不干呢？为什么执着这个身呢？啊，为什么不把贪嗔痴放下呢？贪嗔是病根，修道不难，不能正果。连开悟都被他障碍了。啊，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也被他障碍。念佛不能往生还是被他障碍。啊，我们自己最大的冤亲债主，最大的障碍就是贪嗔痴慢疑。为什么不放下？这说明啊，灾难的因真因不在外头啊，在自己啊。啊，自己从内心里头把这个灾难的因拔掉，内外灾难都没有了，内身心健康，外居住的地方。不会有灾难。佛法的好处，佛法的利益，真舍利益了。利益无边际，利益无穷尽。这么好的东西不要，那叫愚痴啊。啊，李世民说的叫傻瓜了。啊，下面说，若信此心，但是法心。我们这个心，虽然是妄心啊，妄心还是法心变的啊，它的体是法心啊。这是我们不认识啊。啊，所以妄，真妄不二啊。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问题在心。你只要相信这个心。相信这些现象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。
则起是发心起，灭是发心灭。这个起灭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起是什么呢？是缘聚。灭是什么呢？是缘散。缘聚则生起，缘散就消灭。聚散无常，聚散那个起不是真起，聚散的灭不是真灭，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有没有看出来？科学家看出来。科学家讲出一句话，我听了知道，他们看出来了。他说，整个宇宙里头只有三样东西，除这三样东西外什么都没有。这就他看出来了。这三样东西是什么？物质、信息、能量。这三样都是缘，聚它就现象，散现象就没有了。缘聚缘散，聚是它，散也是它。啊，跟佛法讲的没两样嘛，名词不相同。啊，我们听了之后一听就懂，啊，就知道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现象都是幻象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梦幻泡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不要执着，就不要分别，就对了。你执着分别就错了啊，所以执着的心是轮回心，六道轮回啊，分别的心是四圣法界比六道是高明多了，不受六道的苦了，但是他不能见性，不能见性他不能得大自在。啊，他的活动空间限于十法界，他不能超越十法界。如果执着没有放下，他的活动空间限于六道，不能超越六道。啊，到最后佛教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佛了，跟他的境界完全平等了。啊，诸佛如来在一切境界里头决定不会起心动念，这才叫究竟圆满，究竟彻悟。啊，所以下面说了其实不起灭，
妄为其灭。了是明了啊，你对事实真相明了了。实在跟你讲，没有起也没有灭，而起灭这个幻象你看错了啊。我们今天看电影，今天看电视啊，这个画面在这个屏幕上的起灭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所看到的粗的像啊，感官上的像，真相没看到。啊，真相，我们用从前的电影啊，从前的电影是幻灯片组成的。啊，一张一张的幻灯片，你会看得很清楚。啊，放映机的镜头打开，幻灯片投射在荧幕上，这个像起来了，啊，升起来了。放映机镜头关起来，这像灭了。换一张，换第二张，再打开，又投射到荧幕上。啊，再关起来又换一张，一秒钟换24张。哎呦，我们看到电影上好像是个像连续的像，其实那就像动画嘛，张张不一样啊，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啊，那个很容易让我们觉悟啊，没有一张相同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？现在告诉你，放映机的速度加快了。你看，从24张加到多少张？加到每一秒钟1600兆张。你能看到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吗？你看不到了。他换得太快了，完全不能觉察了，而以为他是真的，造成了你严重的错觉。法界的真相没有生命，你以为有生命。啊，一个动画的画面，你能观察的时间是一秒钟，一秒钟里头这个画面，已经起灭，交换了1600兆张。佛经上给我们讲的真相，科学家知道是这个现象，但是科学家没有说数字，只说非常快速。啊，佛经上把数字说出来。所以了要明了啊，生灭就是不生灭。为什么呢？生灭的相你找不到的，
它速度太快了。你概念上才有生才有灭的话，它已经生，那才生的时候它早就灭掉了。这个现象大乘经教里的时候，八地菩萨他能感受到，八地菩萨的心定啊，七地的定功还没有办法啊，还不能见到。八地以上的这个定功能够体会到啊，能够看到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佛不是靠科学数学啊，跟这些科学仪器，不是靠这个，完全用定功。禅定里面所观察到的是限量境界。啊，不是比量，不是非量。如是体达功成，法界聚起。啊，如是像前面所说的，法性为所安，即照为能安。啊，体达功成，体是体会，达是达到了。功夫成就了。啊，八地菩萨了。法界聚集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清净寂灭。这个清净寂灭现在呢，就在现前。那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，北非现在发生战争啊，好几个国家联军啊，对利比亚开战法界聚集，我们没看到，我们看到是动乱。动乱是粗相，菩萨看到是微细的相，微细的相就没动。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连续的相，佛菩萨看到是底片一张一张的相。嗯，没动。我们心是浮躁的，菩萨心是定的。啊，定是真心，浮躁是妄心。妄心看到的是妄想，真心看到的是真相。真妄不二，那就是中道实相。啊，若
观察此心体是无明。啊，你能发现到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的心、分别的心、执着的心、啊，自私自利的心、贪嗔痴慢的心，这个心的体是什么？是无明。在佛法说，这是实心，就是阿赖耶，也叫第八识。无明，无明没智慧，就是愚痴啊，痴惑迷惑。心性本来是明的，现在无明啊，这一桩事情怎么老祖宗也知道，大学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你看这一句话，三个字，明明德啊，那个德就是发心，发心本来是明的，明德。现在上帝再加一个名字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还不就是说明德不明了。现在要恢复明啊，明明德。如果本来就明，上头这个名字就不需要加了，就是明德了。加上这个字，我们就马上知道明德不明。啊，现在要让他再明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明的是体验，明的就是知识，就是本善呐、啊。啊，性本善呐、啊，明的是本善呐、啊。那不明呢？不明就不善了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有人说人心坏了。啊，心坏了就是你的本善变成不善了。你本来是本善的，本善是你的本性的，明德是你的真心的。啊，你现在的真心本性没有了，不是没有了，迷了，不起作用，它起的作用全变不善。啊，现在的人心是什么心？名利心，好名好利，贪名贪利。啊，在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三皇时代人心是什么？是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佛法里面，它与自性相应，这是道，自然的啊，本善明德自然现前的。
啊，没有污染了。到武帝的时代，三皇到武帝差不多是500年，500年到1000年的样子。1000年是一个大的机缘。慢慢的到迷了，迷得很清，还有德，三王，武帝下面是三王，三王是夏商周，夏商周德衰了，迷了，有人，人都能够爱人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人能自爱，人都爱人，这个难得了，不容易啊！到春秋战国这个时候，人不知道爱人，换一句话说。自私自利增长了。孟子拜访梁惠王，梁惠王跟他一见面就向他请教，说叟不愿千里而来，叟是对老人的尊敬称呼。你老人家不愿千里到我这国家来，亦将有利于吾国乎？大概你给我国家带来很多的利益了。你看，把利益放在前面。孟子回答说：“王何必为利也？亦有仁义而已。”意思就是，我给你带来的不是利，是仁，是义。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礼。义什么意思？齐心动念。言语造词，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叫义。如理如法了。所以那个时代，大家重义，就讲义气。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，15年亡国，汉取而代之，这中国的大一统了。汉武帝聪明，国家才统一，这么大的幅员，这么多的人口，怎么教法？他采取了董仲舒的建议。在诸子百家里头挑选出儒家，以孔孟做代表，用孔孟的学说来治国，这汉武帝他对于中国的贡献非常非常的伟大，他以礼治天下，道德仁义礼，这个制度确定了，一直到清朝都遵守，朝代
改朝换代多了，每一个这个做帝王的人通通遵守。啊，用孔孟学说来治国。啊，清朝亡了，民国兴起来了，把礼呀也疏忽了，造成今天的世界混乱。啊，社会混乱，地球的灾变频繁。原因在此地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现在人崇尚科学，不相信伦理道德。啊，日本这一次的灾难，啊，我们看到网络上报道的信息。东京知事就是东京的市长啊，好像不是现任的，前一任的。他说话了啊，他说这个灾难是老天对我们的惩罚。啊，所以有一部分人不赞成他的说法，请他离开日本。啊，还有一个副县长好像也是政府官员。啊，东京那边朋友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，这个副县长跟大众讲话，他说灾难是不善业所感召的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众生做的不善所感的。这些说法跟佛经教里头、跟圣人教诲里面完全相应。我们真的明白了，弃恶扬善。盖邪归正，端正心态，灾难可以化解。这几句话是美国布莱登先生所说的。啊，布莱登是个科学家。他说出化解灾难要用心态，端正心念可以化解灾难。不是用科学方法。啊，这些大科学家知道物质现象怎么形成的，物质现象的基础是精神，就是心念。啊，这个说法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说的，他是量子力学家，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。他已经不在世了，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世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物质是什么？是意念的累积产生的幻想。为什么这个幻想这么复杂呢？根据他讲的
这是频率不相同。啊，都是我们念头，念头啊，也是一种波动现象。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，啊，坚硬的东西。频率快的，啊，就变成软，松软的。啊，像液体，啊，这些类，更快的变成气体。啊，我们现在所知道最快的，就变成电磁波，变成光波，这最快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光波、电磁波也是心念变现出来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都离不开心念。啊，这个心念是阿赖耶的转向。啊，阿赖耶转向从哪里来的？从业相来。业相就是波动现象，啊，科学称它做能量，啊，现代科学家这些发现，印证了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啊，他们现在印证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，这底下说，无明，无明就是波动，发现。本来皆空，空也不可得。空是一个抽象概念，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空，是分别的空、执着空，全错了。为什么说它是空？因为它没有现象。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是这三种现象都从它那里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本身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现这三种现象。啊，它能现的第一个自然现象，从自然现象里面变现出精神现象，从精神现象变现出物质现象，速度快，快到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好像这三种现象同时发生，其实有先后，先后我们找不到。啊，这三种现象全是假的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所以记住，空也不可得。法界洞朗啊，明知为观。这是观真正观透了。啊，我们讲看破，真看破了。法界聚集，这是真的方向。啊，法界清净寂灭，清净平等觉，法界聚集。
一念不生啊！啊，照见呢是法界动了，这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，法界是什么样？他有简单的报告，20个字。啊，他讲自信，自信就是法界，自信就是真如，自信就是法性，就是佛性。啊，他第一句是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没染污，从来没染污，往后也不会染污。啊，本不生灭，它真的是不生灭。啊，本自具足，他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能行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不能说他是无。啊，第四句说，本无动摇，那就是说，自性是本定。啊，法界本来是清净寂灭，幕后一句说能生万法，啊，宇宙万物，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一真庄严，全是他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能生能现是法现土，法现身。就像我们用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，永远不会变。所以叫一真法界。哎，我们把一大堆幻灯片放在放映机里面，那就变成电影。电影荧幕上画面是动的，是无常的。一张幻灯片打上是永远不动的，是常的。我们看到真相，在电影里面我们看不到真相，是一张一张移动的，我们看到幻想，梦幻泡影。啊，所以那一张的，那是什么境界？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，永恒不变。啊，能生万法了。啊，能生万法，这妙了。不可思议了。这一桩事情，大乘经教最后告诉我们，唯真方知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
你就明白了。你要没有放下，给你讲讲不清楚啊。如果讲得不好的话，会产生很多误会，你解错了啊。很讲得很好的佛菩萨啊，他来跟你讲，他来跟你讲，我们中下根性人听都会产生误会啊。开经偈说得好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我今听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那真能解如来真实义吗？这个偈子是武则天做的。武则天现在在地狱，他要真解如来真实义，他怎么会堕地狱呢？偈子做得好啊！啊，你看这首偈做出来之后，后人无论在家出家，再想做一首开经偈，没有办法超过他，所以一直都用他的，做绝了。啊，所以他心里想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实在全都凑齐了。可见这个事情难啊。那佛说的真实话了，这一句说绝了，唯正放之。你一定要正，要正什么？你一定要放下。放下执着，你证阿罗汉。你能够解少分啊，读经听教能解少分。如果再放下分别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，你能够解多分，不能完全理解，必须做到不起心，不动念。起心动念叫妄想，放下妄想，不再起心动念，你就全部了解了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是佛的境界，你成佛了，你全部了解，你才真正懂得如来所说真实义。无论长说短说，短说佛说一个字你都明了啊，佛说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也明了，一读不二。啊，这都是第一条所讲的不思议境界。一定要放下啊，不放下错了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，我的身是假的，家是假的，地球是假的，一切万物全是假的。你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干什么？起心动念已经错了，你还搞分别执着，错里头大错啊。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三恶道，把清净平等觉变成烦恼，变成了业障，变成了罪孽，
这些与别人毫不相干。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人害你，妖魔鬼怪不害你，害不了你，谁害你？自己害自己，这是真的。妖魔鬼怪他们的伎俩没有别的，只不过是威胁利诱，就干这个。威胁利诱，你不理他就没事了，他不能强迫你引诱你，你自己甘愿上当，那什么话说呢？开赌场，赌场在诱惑你。你到那里去可以一本万利，马上发财呀。你也会倾家荡产呢，这你都知道啊。你经不起诱惑，还想去试试看，碰碰运气。你到倾家荡产，到最后没办法自杀了，跳楼自杀了，活该呀。你不能归罪于赌场啊，是你甘心情愿去找死啊。但是开赌场呢，开赌场他用心不善。那个果报我们很清楚，三途地狱而且将来很麻烦他虽然是自杀了，是因为你诱导他自杀的，你将来还要还他的命，你还得还他的钱。所以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晓得这个行业是最不应该做的。眼前虽然得暴利，后患无穷啊！你要付出什么样惨痛的代价？得不偿失啊！所以天下第一等的好人，第一等的善人是佛菩萨。谁是佛菩萨？人人都是佛菩萨。只要你觉悟了，不迷惑了，都是迷了就是妖魔鬼怪。左传上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气场在妖心，意思就是人要把场丢掉了，他就是妖怪。妖怪是人做的，场是什么呢？仁义礼智信叫五常。人要是把仁义礼智信丢掉了，他就是妖怪。左传上说的。所以妖怪在哪里不仁不义，无礼，没有智慧，没有信用，那就妖怪。就妖魔鬼怪。古人是用这个标准的，不是讲什么三头六臂青面獠牙，不是说这个。你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里面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。
啊，我们能够设立，能够相信，能够理解，能够依教奉行，我们得有古今中外的圣贤，才真正的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，没话说。那决定是依教奉行，为什么？他们是真的，就像经典上所说的真舍之际，真舍之际就是诸法实相，就是法性啊，真舍智慧，真舍利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方东美老先生把佛法教给我，告诉我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学了60年，享受了60年，天天感恩啊！老师的照片供养在讲堂，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面对老师啊！如果不是他教我，我这一生也就苦难很多了啊！肯定继续不断考轮回，啊，怎么可能超越六道？超越十法界？啊，老师的教诲。啊，遇到3个真的是好老师。啊，张家大师帮助我扎根。啊，我的扎根教育前3年得力于张家大师。啊，后面又10年亲近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看到我们命太薄了，生起怜悯心，啊，没有福报，没有寿命，啊，教给我们改变命运，啊，改变命运最好的方法就是讲经教学，啊，也正好。这是张家大师教导我的。啊，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所以上台讲经教学，李老师教的，命运整个转过来。啊，寿命转过来了。啊，这一生心地清净，做了一点好事。啊，好事续福慧命，
希望正法能救助。啊，对世间法，对中国的传统，啊，我们发的心。是为古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，干的这种事情啊！佛教给我们彻底放下明文利养啊，我们对明文利养。毫不关心，毫不在意啊！这些事情是我们该做的啊！我们所求的只有一桩事情：往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除这之外，什么都不要。再清净心啊！幕后这个地方总结：热力发现无安心处，真的。现在人心都惶惶，力发现确实没有安心处啊。热力直观呢，没有安心法，直观就是看破幻想。啊，你懂得看破放下，你有安心的方法，把心安住在自信上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这五句话是自信。望境还原观里面前头三段，前面三段都不长，很短。啊，那讲的是自信，自信的体相作用讲得很清楚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也非常之好，啊，大家都很熟悉，正安心法了。啊，但是最简单、最殊胜、最稳当、最快速。不过于佛说阿弥陀经，我们没有办法安心于法性，我们把心安在阿弥陀佛上，这比安心在法性还具体容易啊。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我只要见阿弥陀佛，啊，其他都不要，全放下，决定的生净土，啊，心就安了。我不想在娑婆世界住了，我一心到极乐世界，心就安。心就定了啊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你怎么会不成就呢？啊，所以由上发心不悟，发了菩提心也没开悟，用此方便善巧，令心得安啊。这个黄念老引用了摄尘之理观，能发究竟之模式，那就你不能误入，就变成模式。难啊，净土容易啊。你看天台家直观的时候，叫你安心在法性上啊；现在净土中，叫你安心在阿弥陀佛上。你看安在阿弥陀佛是容易还是安法性容易？
发现虚无缥缈，它在哪里不知道。阿弥陀佛很现实。那我天天在念阿弥陀佛，天天在拜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就行了。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舍城观法比不上念阿弥陀佛啊，但舍城观法我们要知道啊，你才有个比较。净宗殊胜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